林探索之旅。好，这边拿去吃那个。红树林拿之前全部没有的，今天是省出来的，才长出来了的，是大片的。要半个小时啊。什么曼尼呀、啊？当然是曼尼哦。好 ，OK。哦，会啊，这边干脆树丛安尼大丛哦，啊无丛啊。哦，啊，你讲这个是应该讲有风浪啦，风浪了伊较会。啊，伊也会飞出来。哦，我飞出来，所以大大颗的全部都长在风浪头。下船的时候，那些红树林都是小颗的，所以啊一直在生长啊。凡是就那里面没有风浪，如果是在这一带呢，就风浪很大，所以它小颗的就凡是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繁殖出来，所以那些大颗的全部很大的。是啊，啊，这是早期的奎龙啊，啊，早期很多奎龙在这一带的，现在都已经没有人了，没有人抓了，全部荒废掉了的。哇。鱼竿配合着就给摘出来咯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一款，一个20块、25块，啊，你捡这里呀，多么好啊！早上去早八早啊，这样子的天气。进到了海洋港啊！
样啊！阿家阴家计计计崩大南房个出名，啱冇？啊，你看阿家在那边拿起头发，在那边讲的说话多么好啊！啊，多么写意！我们要把阿阴赶带出去，对吧？啊！的前进，那么灯塔旁边有一些不知名的物体啊，我们要去探索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对啊，啊，我们去了解一下。哇，怎么烂啊？啊啊！你看，在海上漂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！什么物件？太乱！我叫太乱的呀。哦，他们。太乱是叫什么？蛋菜。哦，蛋菜，这些都是养蛋菜的地方来的。啊，蛋菜。OK。阿仔啊，看这个。等你啊，来。
开了，我们都满头了了。红树林这里啊，阿阳山这里啊，对吧？那希望我们的各个单位注意一下，能够把整个海岸的这些活动哈，把村民的一些生活改善，希望各单位注意一下啊。Yeah.